有咧听话，已经虔诚伫咧拜佛，伊知影伊讲话去伤着人啦。但是呢，啊，要改都真困难呢，所以伊呢，就讲我足烦恼的，我足气的。啊，气呢，我都较紧去佛前去拜拜，去叩叩咧。安尼，你看，这菩萨啊，菩萨嘛会有烦恼呢，因为呢，伊的迄个烦恼也未制服落来，这就是在定如来啦，也个有烦恼该定掉咧。虽然呐、啊，伊已经听话，已经真相信，人人啊，心中都有一个清净如来本性，伊足相信的呀、啊。所以，伊逐天伫咧念经啊，希望会当讲返璞归真啊，会当倒转来伊迄个如来的本性。伊知影现在是凡夫啊，过去是因果啊，过去因啊，现在果啊，这世人呢，安尼受尽了。人间啊，喜怒哀乐的苦无啊，所以呢，以生俱来啦，迄、那个习性呢，敢那未当改，所以即妈妈真想要真认真、真正正，不过就是习气要降服落来呢，那就无遐简单啦，所以家在呢，伊有。坚定的信心加在伊，迄、那个信心的方向正确。即卖现在呢，就是爱不断去伫伊的习气，回归到伊迄份智慧，无染的智慧啊。那伫这个智慧中啊，即文即行，我感觉讲，虽然呐、啊。伊也常常有烦恼浮现，虽然伊也阁有习气，但是呢，伊是一个最精进的人。过去的习气遐尼正重，伊即嘛话讲出去啦，马上知影错啦，马上开始改，马上忏悔。虽然会阁犯，犯了后呢，伊马上忏悔，忏悔呢，那。表示不管时阵，伊都是伫咧警惕，这叫做觉。咱那一当亲像这个老菩萨啊，这么正勇猛精进，不管伊习气有偌重啊，总是呢有法度慢慢习气淡薄去。那智慧慢慢成长起来，只要这念信心坚固啦，自然呢，迄、那个定力啊，正确的方向，迄、那个定力都自在啦。那智慧成长啦，就自然定定关心，那向家己的心观察好以后，开始。看到咱无介意的代志呢，迄、那个习气都未真容易起来，就慢慢的降服这个习气，这个嘛是叫做法。所以咱那是啊，用这份伫咧求法的心啦、啊，用清净心啊来听大地啊一切万物的声音，用道心来听人人讲话。无有一个人唔是伫咧向咱说法，所以咱大家人真正爱用心嘛、啊，法啦、啊，即是法字啊。虽然是一法门，但是呢，咱一旦用无量的智慧来观察大地、听闻大地的声音，无不都是呢，咱拢生活伫即个。地方啊，那安尼呢？咱要成定正觉，
乌玉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正定正觉啊，都无有困难吼。那咱皆能发菩萨心呐，那呢对清净性菩提吼，会当好体悟到。那正知正见正觉啊，其实呢，这个法啊，自本来起嘛，都是最真谛。咱达刚达刚的生活中，拢啊无离开伫这个真谛里啊，生活伫人间呐、啊，真正每一天呐、啊，对什么款的环境，什么款的人呢，咱呢拢是伫迄个道理中啊。所以讲，万物性相本空净啊，天地万物一切的性相本来是空净。咱若是卖去甲伊接触着，其实呢，一切甲咱无关呐、啊，关咱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啦，吼、哦。那人人呐会当呢，体认着讲，这个因缘有因有缘汇合起来呢，那就万事万物呢就现前呐、啊。你迄个应该缘呐，该隔离掉呢啊，什么都无咯吼，咁都是拢空净呢。既然世间呢啊，因缘分离啦，那一切的性相拢是空净，啊，要过什么嘅计较嘛？这都是叫做道理，请大家人呢爱用心呐、啊。所以菩萨呢。用如是体观菩萨啊，爱深入去观察天地万物啊，思想道理。所以如是体观体，就是真正的心性的真理，最真最透彻啊的迄个真理。还其中嘞包含着迄个心心禅吼，禅干嘞真正的精神，就是真心密的观察，这种的智慧啊，来看这天地万物的道理吼，这种是非常精细心密的观察。这就是菩萨啦，吼！那所以观察了这个人间呐的诸相，本来都空寂啊，哪有这么正多的相呢？那这个相都无离开大自然境界的相，大自然的境界呢？那这个生住坏空啊，人生老病死啊，那在这个生老病死的中间。本来一个真单纯的佛性啊，就是呢，变成了凡夫啊，心主意灭，种种的心理形态呢，所以呢，乱了处事吼，所以变成了呢，这么多的烦恼不多呢，就爱来说真多的法门啊，慈悲喜舍，这都是呢。佛陀来人间啊，对咱所说最重要的法门，所以众生啊，这么正多的烦恼，菩萨呢，都爱在众生中啊，爱生起了怜悯心，因为呢，伊体观众生这么正颠倒生住异灭的心理啊。所以做上了呢，爱恨情仇啊，变成了呢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来相杀，互相来破坏。看看除了天灾以外，人祸遐尼真多。所以啊，佛陀呢，就是爱来人间嘛，开开了众生这点的心，啊，都爱生起了。人民心啊，发大慈悲，所以人民心生起来，自然呢都会发大慈悲啦，大慈大悲呀、啊，
过落去呢，大喜大笑咯。